微放电一下，对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。你往前，我以为默契是我们的所限。藕菜是一定会有的，就是每一次刚开始就是整片脚都是藕菜，一开始新动作也是会有可能哪边在环上，然后都是需要去适应一下这个，让你的身体适应。本来我们那个市民电影院的 MV 是要拍两个人的双人环，然后我自己编。对，然后点点编了一套动作，然后我跟他去练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练的还不错啊，然后公众环的话很容易卡到不该卡的地方。对，而且我那时候教他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那个男性友善的运动。真的，比如说 bird 就是往前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等一下，我说怎么了？然后他说很痛，然后我说哪里痛，然后他就说不小心敲到或什么。因为今天我们的失眠电影院里面的 MV 呢，都是因为空中环是一个圆、然后导演就利用了很多型，比如说大型圆的平台，然后还有圆形的灯。那其实因为这跟我们专辑的那个符号的概念是有相关的意义。那我们这是 MV 里面有做一个就是心理测验，对，也是一个圆的牌、然后要去翻牌，对，然后翻过来里面都是符号这样子，没错。